啊，毕竟你有点病，给你买药，输给不你起买就别药。玩，输不起，懂吗？别整这种你恶他妈臭才的，有我病输呢！不你会起，没有吗？会给你吗？输不少起你就了别吗？不是给你了吗？怎么叫输不起还有呢？你这个男陪玩，菜的跟狗一样，别刘说金话乐，了。他就你这心种太废大物男了，陪玩，兄弟。还好意思逼一逼？有你废物吗？那不个是只因会为磕你，头不的是因废为物。你只输，你会老磕板头，需要叫掏什么吗？呀？哎，你连头都不会磕了，你玩什么人头局啊？哎，啊？你叫的真烦，兄弟，他妈就给我就跑好了，比说我你要连撸都不会睡走了，觉。你为什么参加在跑步你，比赛但呢？我要你。啊，你个死废物！你个说话，废物，你说话，狗东西！打完这把再说吧，打打完完这这把再说吧，把，废物，叫什就么叫打完这把，今晚你能赢一你把在不？狗打叫完什这么？赢一把你就能开始叫了呀？让哎，你赢一把我你们就能只开始打了叫一呀？把，我们只打了一把，我赢你一兄把弟，怎么你玩的的什么？怎么的？哎，我就玩个大虫子，你玩个人马都打不过我，你说你是不是废物？说话。小 B 玩的什么？姐，我玩的梦魇。可以啊，梦魇很兄强。弟，你玩的什么？我这把是剑魂，亚索他哥。真的输不起就别玩儿，这个啊，托人儿妈所的吧。一还托儿哎呀，整一个这魔一法小猫咪，宁可别说了呀。拿捏了，兄弟们，还是拿梦捏他。厉害。最讨厌那狗叫的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上拿强度的给你。这把照样拿下，好吧？哎呦，又开始装了，哎呀，真不容易呀，装呀，又需开要始装装吗？了。跟你家这种废物男陪玩打还需要装吗？我只要轻轻发那可挥不，你可百分之十的实力，太能就尿轻了，松中把你中拿外捏了，了，能不能听小狗懂？吧你，小废物，还装起来了。小废物，小废物，怎么走啊？我只要拿出10%的实力，死夹子，你别笑了，真恶心啊！不，百分死之一夹都能子，打，好吧？你这种一臭都能海鲜打。为什么还在说话呢？我老板死夹子都能说话，你这种臭海鲜为什么那还叫说什话呢？么呀？你就看这一哎，把，老子叫能的不玩是越你狱了吗？吧？怎叫的不么是你们玩呀？吗？可能第一把不是我英雄选的不好，不太熟，你啊，能这么装啊？我第一把玩以个后大我这一虫把怎子，么玩赢个就好上了。单都给你打服了，你怎么还不承认呢？啊？不，大虫子要脑子吗？就开个 R，死肉的，就跟他哎，们就没开个啥，R，就一跟我个们 R 没就比够赛。了，就一个 R 就给你拿捏了，够了呀。就一个 R 就把你拿捏了。对呀，就一个 R 哎就呀，够这了呀。还是给你运姐，气我这好把玩的哟，梦魇啊，给姐。你运气好。你就不给你需要装坏 R 了，好可给吧？你装坏了，哎呀，装一个啊！W，装上一这把拿个实力我有实就力，好我能了。装，你呢？你没有实你力，有还在什那边么狗实力叫。呀？你不就是个忠犬吗？你。忠犬，我是忠犬，那你家男陪玩是那种废物忠犬，好吗？废狗，你承认自己是了哎，笑了。我是啥不重要，你怎么还笑了现在主呀？要是你是个虚逼，哎，虚逼，哎，虚不虚逼？我还赢你了，你这比你怎么唱的说很呢？明白了，好吧？那怎么说？我还赢你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个说法？他怎么可能？幽灵，你好好玩，对吧？我还赢你了，是什么说法？你说一下呗。对你连虚都不如。让他叫，让他叫。嗯。哎，让他叫，随便哎，就叫。是叫，哎，叫的不是继你续叫，吗？叫的哎，不是喜继欢续叫叫。吗？那我狗看咬到你我，总不可能，我总不可能咬回去吧？对吧？都说自己是狗了，它咬我，我总不可能咬回去吧？哎呀，你这个话应该对你老板说啊。别跟他费浪费口水了，好吧？浪费对啊，口水。你说小贝狗，那你还能比得过小贝吗？要不你小贝还能比得上你狗吗？别让他们叫，让他们叫呀！让他们叫，让他们叫！哎，讲讲，好吧，没话说了，就让他们叫，对吧？能拿得了头吗？先杀人，小贝，等一下去把阴险拿了啊，给他们助助兴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哦。好的，姐，放心。可惜了呢，这怎么被我拿了呀？哎呀，就当手了嘛，哎，怎么真不好意思呢？不是你们叫怎么回事呀？怎么回事啊？那这不跟你们学的吗？姐，他拿一个头，先让他开心一会儿啊，让他开心一会儿。不小心就给你们一血抢了，这哎呀！哎呀，哎，开心！哎呀！哟，不叫了呀？怎么不叫了呀？继续叫啊！你继续叫啊！你继续叫呀！继续叫呀！你个死夹子！我们上把，我发现他也。我发现他就是个假。我们上把拿阴险的时候也没见你这样呀。我操，那你肯定耳朵也出问题了。是呢，你可能脑子跟耳朵一起出问题了。急了急了，哎，哎，咱们也拿头了。急了，咱们也拿了。哎呀，可以。拿了又怎样？拿了又怎样？把他杀了，把他杀了。必须的嘛，有闪现呢。好吧。
哎呀，真牛逼、啊！追了，持平。现在打平，他装胜，人头持平，人头持平了。人头持平。咱们打平了，也别谁嚣张了，行了吧？不嚣张、啊。哦，你等着瞧吧你。你们这个逼装的还没有沙把那个逼装的时间长呢。哎，我又不是你，我又不是你，我可不像你啊。反正我不会，我可不像哪些人苦叫，我可没你会装。下路河蟹控一波。对了，小贝，怎么了，老板？姐，我在下啊，我在下路，我在下路靠着，有机会吗？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可以打打光辉，勾引他吗？打光辉，打光辉，你去，你去，打光辉，打光辉。算了，没啥机会，走吧，姐走吧。哎，姐妹啊，你输了多少人头啊？管理给你扶持一下啊！嘿，我哪给你找了个这么个人呢？我之前听都没听过，没听过不很正常，对吧？你没听过不很正常，哪正常了呀？我都没听过，他能够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哦，还需要你听过？是比你好的玩意儿，咋了？是，你说你陪玩是玩意儿，好，他不是人，反正是比你陪玩好的玩意儿。哎呀，又改话了呀！还笑呢？我看你今晚能笑到什么时候？真好笑啊！真好笑。该说说嘛，他本来就不是个玩意儿，你该说说嘛，你怕什么？他本来就是嘛。你别自我介绍啊！你怕什么？你别自我介绍，好吧？不是，你是他老板，他也敢反驳你啊？你就说他是废物，怎么了吧？你说。哎，废物不是你吗？小废物啊！哎呀，你这个废物怎么还搭上话了呀？对不对？你看你上榜那个菜样，懂不懂？你还说上话了，还当上嘴了。就你，你有好，那是上榜你运气好。实力说话，玩游戏实力说话，懂吗？就你长个嘴。我们用脚玩都玩的比你好。装的就不行了。装逼！哎，我有实力，你有吗？好，你有实力。哎，那肯定有实力啊。有实力。那肯定你太有实力了，你什么实力？你嘴冲的实力吗？那肯定有实力啊，比你至少有那么一点实力，好吗？比你有就够了。那是一点点吗？那是很大一。拿头了，威尔了。拿头了。哦。哎呀，有些人刚卡了一下，老板卡了一下，电脑卡了一下。这电脑没事。好。没刷到就电脑卡了，这电脑有问题，电脑卡了一下，就飞得过去的时候一 Q 落地秒的。好，又会电脑了是吧？总有那么多借口。哎，就找借口，哎，就找借口。二杠一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了这个头。哎，就是他装没装到，哎。哇，梭子甲，我操，这人真肉啊！傻狗不是你吗？别自我介绍了啊。哎呀，还骂上老板了！哎，你是我老板，真有能耐、啊！你是我老板，棒子！啊，你也不是我老板啊？咋的了？棒子是不能开你了还是怎么了？小棒子，吹什么的棒子？滚吧滚吧！滚吧！你为什么装好吗？你我肯定继续说小棒子。因为我是你，我一没有哎，看你那个熊样，姐我来了。不是你们人头也没拿几个呀？姐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搞搞搞！不是你们人头也没拿几个呀，你们在嚣张什么呀？我来了，搞起，我看看，哎，上我身上，我看看他能搞个啥样，傻狗，哎，傻狗不是你吗？哎、傻狗，七傻八傻的。哎，你来了，你来了，有什么用啊？你来了，哎，我来吃播线 呢，我来没啥用啊。来吃播线呗，帮我老板缓解一下压力。给你送你，毕竟你没有是吧？我送你点 没关系啊，直接。你送啥了？你送什么了？施舍你一点嘛，哎，就施舍你一点线嘛，哎。你送啥了呀？他晚到我跟前了，我还能不给他？哦，姐不是这样人啊。嗯，那挺好的，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呗。如果不顺利的话，你跟我说，我给你打配合啊。你要给我赢人头的。放心了，老板，放心。加油，幽灵，把你优势发挥出来好吗？让他们还狗叫。发挥他的优势，毛线的优势，别管他，我们打我们的，我们好好打。对，分经验。你们可得好好打了，再不好好打，这把真不一定啊，真赢不了啊。嗯。话别说太满了。
他们就这个。哎，你对你男朋友说呗，话不要说太满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对啊，上把你们说那么满，话不要说太满。啊？谁说？这吧，说这吧，好吗？话不要说太满了。某些人上把运气好而已。某些人上把运气好的情况下还输了，太废了。你看又拿两个，那被健身砍成什么样子？到底谁运气好啊？这是狗发，还笑？你看强颜欢笑，说的就是你这种。哎呀，怎么聊着聊着脑子给你说宕机了呀？还强颜欢笑呢？你该长长脑子了呀！搁这还笑上了，是你头。那可不得笑话笑话你们吗？笑话的是你呢！你这种废物为什么还在说话呢？你自己看看战绩，怎么还在说话？又拿一个头了呀！哎呀！怎么有人？咱们有人赏金300呀、啊？哦，赏金都能说话了？哎呀，啊、我上把超神都没说话呢。赏金刷的不比你多吗？哎呀，那我上一把应该早一点装起来的，早知道超神早就开始得装了。哎呀，原来300赏金能说话了。走，走喽。现在只要上路有机会，走，咱们拿捏一下。有蓝，有蓝，有蓝，有蓝。有蓝怎么了？幽灵给你有蓝，加速嘞！ Okay. 哎，加速了，加速了，这里的没有用的，不能抢，稳健嘞 ，Killing spree！ 牛逼、啊，我们先领先了，领先，领先了，领先了，某人。哎呀，怎么有狗在吃蓝啊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还帮我打野，干嘛呀？哎。永恩也要男的呀，永恩，啥意思呀？我寻思永恩也不需要用蓝呀，用我 W 不用 CD 的呀。你配是蓝吗？蓝要给中单，懂不懂？你配是蓝吗？哎，你不配，这啥坑玩意？哎，就不给你，你配吗？就这个蓝就不给你了，怎么的？拿蓝都拿不到。哼，施舍给他好吧，施舍给他。哎，应该说我想施舍给你呢，你就吃一点，对吧？确实是施舍，吃点残渣剩饭。如果你哥不想施舍给你呢，你连屎都吃不上。免得他没钱去看病啊。哎，你们俩得看了啊，你们赶紧打火速打车看一下急诊。这个点只能挂急诊了。一会儿一起看。对。你俩一起看。这个点得挂急诊，好吗？得看。哎呦！哎，他搁这蹲。嗯，挠头。姐走了。啊，牛逼啊，牛逼！我去下路送一点。哎呦。哎，情意真深啊！情真深啊！我等一下，等一下跟着你，我先去给他们送两个，然后你等一下来下路下人。什么？哦，那我是没事，给你吧，送给你吧，施舍你，施舍你。哎，我帮你推线，你刚才帮我打蓝，不帮你推波线吗？你小子。给你，哎呀，给你，给你，哎、给你，给你，给你啊，那挺好的。你好吧？谢谢啊，哎、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这小问题，小问题啊，确实小问题啊。这两个傻鸟。小问题，那我们再吃一波。哎呦，他这个小加速有点快呀、啊。行了啊，丧葬费已经给他们给完了，这一下可不能再给了啊。哎，漂亮，非常漂亮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我操，我被压制，我惩戒放不出来。哎，他还死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就是在看他呀。我就是在看着永恩呢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我对面玩的好呀、啊、你能不能看清楚形势啊？哎，我们七个了，残影来了，姐，我们七个了，他怎么才三个呀？七个，我们领先了，我们他四个加个一血四个，咋回事呀？怎么越拿越少啊？怎么个事儿啊？怎么有人怎么刚开始拿一血服了？从现在开始，幽灵，他如果从你手上拿走一点资源，你看我怎么骂你？哎，你们不说施舍吗？里面怎么又开始？给你丧葬费已经给够了呀，不是施舍吗？你可别太贪心了，不是施舍吗？是你当个乞丐，怎么还想抢我衣服穿了是吧？现在，哎，你刚才、啊、刚才想当乞丐的不是你吗？对，还想抢我衣服穿了是吧、哎？刚才别说自己啊，刚才还没抢到。你别被他消耗了，来了老弟。什么的你多话注意点。嗯，再拿两个头喽。正义一点哦。真恶心！你们有种男人头说话呀！快别让他 K 了，干他！太漂亮，给他一个。哎，龙不要了，姐。给他一个。溜了溜了。我拿两个，他拿一个，咱不亏，咱赚的。不
坤，我们不贪心。他还交个闪呢，你能不能别老是被他消耗啊？你走位啊！没事，我要回家出装，我要回家出装的，无所谓的。我要回家出装。哎呦，闪电姐开始生气来了！别为自己无能找借口，好吧？哎呀，我电脑卡，我电脑可不卡呀，我电脑可不卡。来了，老弟，飞龙我可没这种借口啊！来了，老弟呀、啊，拿捏嘞。我感觉这两个也可能杀。这两个也能杀吗？这两个好像有点危险。我有虚弱跟点燃，可以操作，感觉可以。哎，漂亮，快来！摸好快点儿，摸来了来了来了，牛逼，摸，哎，拿捏了，三杀了，还行，不带推塔的，走，别来我杀，赶紧滚，就是不带，来我就要来，来我就要来，叫什么？我去哪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哟，不是你在狗叫什么？哟，他还嘴上了，你在狗叫什么？他还嘴上了，那你能不能滚啊？哎，我想去哪就去哪。哎，不学你是说的话吗？哎，我想去哪就去哪。哎，你能不能滚啊？我去哪？哎，我还去上拿头呢。你看，我还去上拿头。杀人了！我电脑卡了，电脑卡了。你看，我还去上路拿头。哼哼。十三个，你闪现都没有。啊！给你！快！他这个英雄大招支援的快。对，我们这英雄拿人头快，你怎么自己不玩呢？现在搁这儿。哎，傻逼啊！他妈闭嘴吧，听着真恶心。你听着真恶心，你别，那你按道理你自己说话应该能把自己恶心到。你能不能速度一点？你能不能速度一点？拿人头。好。拿人头呀，行不行啊？关你球。不行，换人。咋关你？真恶心，傻逼！你看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在这一枪一打的，傻逼！哎，哎呀，要智障了！再拿一个，走，走，十四个了，姐，可以，牛逼！咱们比人头，你们我放峡谷干啥呀？我又不吃塔，我又不推塔。开局多久啊？我拿峡谷是。第一回城快，第二的话那个有那个300块钱的额外的一个钱，知道吗？我不推塔。这就是实力。哇、哦，你实力就这点，你有多少啊？搁这装。哎呀，那就是啥？我得让他拿头。让他砍塔，让他砍塔。西巴谁给？哎呀，西巴开谁给？怎么有人还是四个呀？啊？十五个，你能不能快一点？我上路。你开局一血的优势呢？好，十五个了啊！姐，我们十五个。他某些人怎么还要拿头不动了？啊！我来帮你。卡里通，你别被他拉火。出个啥呢？我得黑切了吧！恶心啊，真恶心啊！污染我耳朵！你看他们俩急的，我操！主要是他在这笑，太搞我心态了。这个人，他笑得好难听啊！他像个蛤蟆一样笑的，好恶心啊！你老板笑得跟臭海鲜一样，都没影响我的，没影响到我呢，就这样。你小子，拿呀！这不跟个王八似的！你不服，你拿人！你不服？那我们又拿一个，我们十六个了。他又拿人头了，这个中单那个大，我得小心一点。他死了，他都能拿人头。出个啥呢？看一下啊。他能拿人头？怎么？哎呦，怎么有人四杠二啊？拿个一血怎么？得稳一手，稳一手。嗯。姐妹，我跟你说，一开始我真是为了你好，真是为了给你试探你蓝杯。你他妈的这么小、啊、我真觉得你不值、哎哦、你知道吗？心事，我谢谢你。为啥老这一把的话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妈呀，谢了司机。这我出啥呢？等一下，我真的很不理解、啊、等我简单的研究一下装备啊。其他老板都没有，为啥只有你有？这光辉有重要的，其实不太想飞。不想、啊、还不有一说一，还有重要。我出了半个多月，上个月重要。我都想退群了，对了，三，对了，
什么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我一回来了，我一时间到了。你看你有多菜，就在我边上等着。你看你有多菜，上的时候不看对面装备，你最多白银水平，不能再多了，好吧？你什么？青铜白银？我觉得我青铜吗？我青铜的话，那你家陪玩黑铁，好吧？行。我承认，你知道小贝，你软头，你青铜啊、我软头，你就是那个水泥，好吧？小贝，你知道有句话是什么吗？啊、就是黑铁是英雄联盟的底线，但不是幽灵的底线。继续狗叫，继续狗叫。哎，继续学你叫吗？那学不出来。不是你吗？学你叫。你都忠犬了，不是你吗？哎，忠犬吗？那你陪玩是废物忠犬啊？别吗废犬，话都说不明白了，你就别说了吧。要怎么说呀？我耳朵。为什么要学我们的词汇呀、啊？不是学你词汇啊，是顺着你老板说的话。你是没词汇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顺着你老板说的话说呗。这小子都没毕业。嗯，废犬。啊！你可真能装，什么逼都让你能装。得换个装备了，这装备不能一打五，我操！姐别上啊，别上。三号，哎，这个上单怎么上单？这个上单不是带线的吗？怎么也大团出来？我给你抽个锅吧。他妈别死啊！抽个啥？这套装备不太行呢，中亚了，中亚。怎么聊？怎么？青史吗？哎，幽灵你行不行啊？幽灵你行不行啊？你别把我棒子姐气死了。暂时不跟他嘴了，有点浪费，有点影响我的操作了。我跟你说，有点影响我操作。你要是要不我给你挂个妇科，你看看脑子去。妇科看脑子。啊，我给你挂一个，你看看脑子去。你的意思，你妈看妇科要看挂脑科呗？啊，不是我妈真的呀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啊、我那行，我给你俩都挂一下。那行，那我老板确实要挂脑科。你的意思，你妈如果得妇科病了，去挂脑科？那就学你妈呗，对吧？那咋了？那你身边的朋友谁是妇科是挂脑科的呀？我们的词汇呀。哎，我顺着你说的话说出来的呀，对不对？我说话有逻辑呀，你说话没有逻辑的呀，对吧？你长长脑子吧，好吧。你说话有什么逻辑呢？有逻辑、啊？哎，你说话有逻辑吗？你请问你，首先你的人头比我低，我说你是废物，你承不承认？你在那转什么？你快去呀！你说话，你快去呀、啊！你现在跟我说一句话，我现在人头比你多，我喊你一句废物，你承不承认？啊？你的意思，你现在我只能回你的意思，你现在人头比我少，你的意思你比我厉害呗？你这个说话就有逻辑呗？他在分你心，你就专心拿人头就行了，对不对？你的意思就是你人头比我少，你还说我是个菜逼，你这个说话是有逻辑的。哎，死了，看到没有？对啊，他有逻辑吗？对吧？那你的意思，你就连菜逼都不如了？别跟他们说。哎，我说的是这样的呀。你就专心拿人头，他在分散你注意力啊。没毛病嘛？任务你就拿头。没毛病嘛？看见没？入场了，看见没？什么叫做技术？没毛病嘛？我真他妈服了。没有带家人啊，兄弟们。他不说那个我老板去那个挂妇科什么看脑科吗？你快点拿人头啊！哎、他都说出这样话了，那我觉得，他我老板是女性，他老妈也是女性呗。冲你妈呀，光！没毛病啊，咱顺着他逻辑说出来。我才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他能有管理扶持啊？我为什么没有啊？嗯，那谁让你人不行啊？哦，别人说我老板。哦哦，我来了，哦，原来素质还……哦、那他们，你装，你可真会装。行，我懂了。你上他呀、啊？嗯。提亚马特。你看他，我觉得你们被反杀。来个十五。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。没毛病，一点毛病没有。你这点血，你在那晃什么？你在那晃什么？我回野区吸点血。带家人，该补装备你补装备啊！我没骂他家人呀，我只说哎，我老板是女性，他妈不是女性吗？闭嘴吧！他怎么知道？恶心！他妇科病得看脑科呢，咱这逻辑没有问题啊。但是为什么弹幕还得帮这个男陪玩说话的呀？啥意思？欢迎来找茬是吧？
妈关你球事啊，关你。黑子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你可以赢10000把，但是只要你输一把，对不起，你的这一把将会被他做成素材。看见人了没？看见人了没？你怎么没一点观察力啊？看到人没有啊？他要跑的，他往你这跑。拿头。哎，我送你跟前，你要这你都杀不死。这个人打得过来、哎、他这你怎么闪现撞墙啊？人头说不是，他从你身体上下来，直接穿墙过去了，我真追不上。那你刚才那个闪现是什么意思？你闪到这儿是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那堵墙有点厚，姐。姐，你下线可以出一个干锅，对面扣有点多。你打这么久游戏，你想从这儿闪到这儿，你什么脑子你？啊、出了吗？哎，你俩别吵了，行不行？为什么事儿？你他妈闭嘴吧！出个水银弯刀了。我刚出。我来个星矢吧，星矢来一个。他俩他又满血了，他又满血了。再来个水银鞋。你盯着一个肉干什么？你盯着一个肉干什么？那中路有个光辉呀、啊。对于对面这两个人没有素质的人，你还要来一句，哎，你不能攻击别人家人。首先我还没攻击他家人呢，怎么？我只是顺着他的话说。肉啊，这个人！你突然给我来一句，我都说了多少遍，主播你没有素质了。你的素质前提是对面骂了你不能骂回去，这叫你的有素质。好吧，行。以后如果有人骂你的时候，你千万别回嘴。好吧，你的素质嘎嘎好。没事，他妈服了，我倒什么血霉啊？让我们来。这种小杀人的这种事，小事就让我。十五没做，十五做了还能偏平？滚吧，你滚吧！我本来都懒得搭理他们两个了，那俺们就正常拿头呗。对面搁着一直搞我和我老板心态，能不能有点脑子？他肯定帮老帮我老板说话呀，我还帮对面说话。他就是没脑子呀，不可能！那你愁死了，你可闭嘴吧！真的，我真服了。22个，你现在来，你把我气死！你能把我气死？他现在才承认他自己没脑子。我们姐，我现在还不是很坚挺，等一会儿。这个蚁王，这个凯隐伤害挺高的。他没大了，我现在找不到他位置。蚁王那个这个上台已经给我打装备了，姐，姐上车。你自己看看你落后多少头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？上车上车，认真一点。开始拿头。上车了上了。你认真一点啊！我感觉棒子都要哭了都。OK。他不笑吗？滚！他不是笑吗？他怎么还哭了呀？我感觉他最后哭了都。他们刚才打那个，他们应该打小龙去了。杰宇演不？有视野吗？有眼吗？老板。没有插哪里？就插这个小龙这边。算了算了。哎，人呢？算了算了，我就刷这个。你能不能别他妈先打那个肉了呀？没有打那个肉，姐。姐，你那个早刚才那个女枪。姐，你这个有事没事可以在草里插插眼，好吗？对对对，听你的。姐不是听我的，我是多想给你拿点头的嘛，跟听我的没关系。懂，我懂。600快！他又杀人了，他又杀人了。主要是他是个刺客，他好拿头，正常啊。嗯，你咋不选刺客呀？拿。上一把是人马不行，这一把又是永恩不行了。我真服了，你小子挺会找借口的。这就是你，就上，快干他！这就是你吗？牛逼，后面还有。那必须的。五杀，拿个五杀。我都给你补伤害了，又给你降治疗了。夸张 Q。你看你还杀不死他，他四杀了，差点五杀了。中单的话没复活。那个人头了。中单没复活，没办法。好吗？哎呀，给我打！你知道他拿五杀意味着什么吗？他幸亏没来呀。姐，上车。点脑子好吗？上车。点脑子。哎呀，别！姐，上车。点脑子呀！你脑子呢？我。哎呀，没五杀吗？这个人他妈还开张大了。我还给你五杀。主要是这两个人一直在恶心我着呢。
一直在那恶心我搞我呀，他们两个，这两个他恶心你，他怎么能恶心到你？回家你不能，你没看到吗？他好恶心啊，这两个恶心啊，拿头就要恶心啊，恶心，拿人头啊，拿人头，姐咱们拿人头就到恶心了，某些人不拿头就不恶心了，好吗？某些人太不恶心了，一个头不拿。嗯，跟我在这转什么转啊你啊？我28个了啊，人不行，咱们28个了，28个，这把争取拿50个好吧？走，姐有机会，我飞了啊，我先飞为敬。不上你不上啊？先飞为敬。不要离他太远，这个。Triple kill！ 他单杀了，在你眼前。还行。杀了你。哇，这个圆弧公里圆弧还挺厉害的啊！他们两个，一个玩猫给他加攻击力呀、啊，主要是啊。猫什么时候还能加攻击力了？已经不加了，活在上个版本。我没有封城给你挡吗？我没给你挡吗？猫加攻击力吗？他当着你就面加了吗？他杀人了吗？加了吗？你看看，我想自己看看他多少个人头了，你才断你来拉一血了。出个黑切的，装备看看怎么出啊？叶之锋刃这一把儿，小问题姐，小问题，小问题。功率圆弧，暂时。主要是你的是吧？哎，姐，到时候你的干锅可以留给梦魇，那个中单的大，或者说这个光辉的 Q， 好吧？啊，好。姐，你在哪里啊？你怎么上他身呢？来。嗯。妈的，呸，真脏！来，怎么有点喜欢上我了是吧？要上我身，有点喜欢上我了是吧？洗，真脏！走了姐，人太多了，全在。姐，我要飞了啊！我真搞不懂了，开飞！我在你面前被抢了，这都能被抢？开飞！你是真菜呀、啊！等他们把技能骗完了，好，等他们把技能骗完。这永恩怎么不上呀？快上呀！等一下，真痛没了。哎，没事，他等着我们上了，他再上呢。溜了！哎呀，打我干嘛？这小子。这玩意儿伤害有点高。走啊！你让他吃伤害呀、啊！你让他先上啊！你别让他太远、啊。我再让他吃伤害，我再让他吃伤害姐。他能。还行，拿了。你让他先上，姐走，离他太远了。大招能飞多远，你才能走多远呢？肉渣，我还不够肉感觉。姐，这一波咱们拿了3个，他拿2个。哇，我们都已经拿了34个了。可以啊，今天没有看错人。继续。这上单刚才上我们上不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大，我们刚才在等大。你看他急的，你看他是有大的，他是有大的。哎呦，34个，他十一个。哎，我想把功率圆弧换黑切的，得肉一点，有一说一。然后把叶刃呢换成一个，幽灵，你是不是自立了？这把得出个黑切，感觉功率圆弧不要了吧？有点脆了，太脆了。真的心态要爆炸了。然后叶刃呢出个复活甲啥的。多你23个、行，暂时就这么换。没事，姐，跟他打两个头就是好的开始。哎呀，先看一下怎么个事儿。咦，好的开始。他们游戏还没结束，你少搁那装。这个永恩，这个梦魇，他这个，我都已经这么弱了。炸了！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绵羊。小龙得拿了，小龙得拿了。绵羊来喽！别笑了，你让真恶心。你小子。哎呀，这里有人，这里有人，进化没有吗？这里有人。哦，进化解不了，我操！解不了他的大呀！走。进化解不了。拉扯。别让他抢。追不上了。3杀。哎呀，好烦。我操！你还姐，你那个干锅解不了这个中单的大招，好像只能解那个光辉的 Q 了，解不了。嗯，对，他的大是硬控啊！我靠，才发现嘞，我们37个了，那个夹心，
我算一下，要你这么没眼睛啊，37个了，算他逼逼赖赖的真烦。哎，我跟我老板对话，怎么有狗在叫啊？怎么有人污染我耳朵啊？有污染你耳朵，闭麦啊，没长手啊。哎，我说你是狗叫，哎呀，你没长手吗？我大方，我大方。